主要的演员，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我们问一下男主角好了哈，男主角特别从澳洲过来 ，My bad. So you've been to so many places in Malaysia when you have, I mean, involved in that movie. So which place gives you the biggest impact, or which scene is actually the most unforgettable scene for you? The most unforgettable scene was definitely the balloon, with the balloon. It became a really important symbol in the piece. Yep. Location-wise, JB. JB. Because there were so many people, it was just so. 对古庙游神的部分，因为人太多，然后那个热气球升空也是他最难忘的。Yeah, it was a crowd of 5,000 people. Yes. All right.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好，主要要讲一下了，因为大家都很关注你跟 Ben 之间的感情戏，跟 Ben 有没有擦出什么爱的火花？擦出了，擦出了，爱上他了，爱上他。Jesse, she actually fall for you. Of course.You say 50 tables altogether during your wedding. Yeah, okay. 其实看得出他们三个哈，就是拍了这套电影之后，感情变得非常好。导演来讲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很特别，大家都是第一次拍电影，那很多都是素人演员。我很感动大家在这部电影的付出。我们看到他们从不会演到慢慢会演到现在很能演，我看到了一些希望。你看到了一些希望，真的是随便在这边找一个素人，他们的可能可以演。对，有幸你可以再做第二部这样演。OK， 我要问一下导演，这边三个演员谁在电影里面的这个表现后最让你意外？原本想说他不能演的，后来能演。其实蛮意外的是阿 Ben 之前我觉得他没问题，因为他是一个舞台剧，他虽然没有拍完电影，但是到拍了之后让我非常疯狂的演出。OK， I'll tell you what he said later because now we have to cross to Jamie。 好，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马上要连线到柔佛去看一看那一边，因为同步首映嘛，看一下那边的状况如何。喂，你好。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柔佛的状况又如何，并且很多人排队哦。哇，在我们柔佛这里呢，我们的朋友非常的兴奋，我们的这里的人潮呢也是非常的拥挤的，大家都非常期待呢待会呢要进场来跟我们一同观赏我们这次主打的这部一路有你。所以这里的人潮呢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去了，非常的热闹啊。所以也是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拿到票的吗？对，他们其实也觉得非常可惜，不过都还好。他们说呢，就还是想要支持这部电影，所以在新年期间呢，他们都会带他们一家大小呢，来到电影院支持我们这部电影。是，如果今天没有办法拿到票的朋友呢，记得1月30号我们全国同步上映的。谢谢你，谢谢。那个是柔佛的状况，似乎槟城和柔佛都非常的棒。好，那刚刚有演员提到说，就是古庙的情况非常好嘛，那。听说在槟城也相当的不错，我们现在去看一些片段，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几位演员，而且要告诉大家女婿跟岳父等一下会表演唱歌哦。广告回来之后呢马上为你呈现。